县县衙门有位捕役名叫樊长。有一次，樊长和他的同事去追捕一名强盗，追捕途中被强盗跳墙逃走，于是他们便拘押了强盗的妻子作为人质。后来他的同事趁樊长不在的时候，强搂着强盗的妻子调戏，那女人害怕挨打，既不敢反抗，也不敢吭声，只是低头哭泣。眼看着女人的衣带已被解开，此时樊长恰好回来，见到这情形，立刻对同事怒吼道：谁家没有女人？谁能担保自家的女人不遭患难而落入他人之手？你若敢强行无礼，我马上就去告官。他的同事怕是太闹大，这才悻悻地住手。这件事发生在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的戌时。极为巧合的是，就在樊长救下强盗妻子的同天夜里，他那已经嫁为人妻的长女家中遭遇强盗抢劫，长女被剥光了衣服，反绑双手，眼看就要被奸污了，幸亏被另一个强盗呵斥制止，才得以免遭强暴。当时正是子时，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晚上，中间只隔了一个时辰。第二天，樊长听到女儿幸免于难的消息后，不禁抬头仰望苍天，怔怔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